OK， 赶紧上车走人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。有几天没见了，如果有一些小粉丝可能会注意到吧。我停了几天没拍片了，最近都比较多事情啊，那就 OK。那么马上来看吧，今天要来玩一个恐怖游戏，叫做 The Pizza Freak， 就是这一个了。这音乐，那么就看这名字的话，应该就是送披萨的游戏。OK， 那我看一下设定，没问题，直接来开始呗。Alright。这是一个 3D 的哟， 3D 的恐怖游戏。你会发现其实我玩 3D 的恐怖游戏真的不多呀。OK， 开始了。希望这个游戏的声音对你们来说不会太大就好了。哦，这音乐，哦，我喜欢呢这一种风格的音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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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整个音乐突然就停了呀。OK， 游戏直接是这样子开始了，但那个音乐有点可惜啊，那个音乐播到一半直接停完了。那个上面有写着我要做什么，就是在右上角，你们可能看不到，因为刚刚我的影像会挡着。那么那个上面写着我需要送披萨，然后我需要睡觉。那么就像那个任务所说的，我去送披萨咯。为什么在这个大晚上来送的呀 ？Hello。Thanks, dude. Hello， 我来送披萨的哟。送了吗？这样子就，你给钱了吗？给钱了吗？这直接是连那个披萨也看不到了呀。OK， 那么我就是一间一间的去送就好了吗？好，为什么跑起来的时候会这样子左右摆来摆去啊 ？OK， 这里又有一家。哎呦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来的？没人开门呢。What the？ 刚刚听到好像有诡异的呼吸声在我的耳朵。那么看来这一家就算了吧，不要去打扰他了。这些没有开灯的是不能敲门吧？是的。这样子的话我就明白了，只是去送那些开灯了的家户就好了吧？这里又有一家。哎，这个也是不能敲门的。这个呢？这个可以。哎 ，Hello。Thank you， 谢谢 ，Welcome。就这样嘛，好。好，顺着这一家，这个又不可以。奇怪，我哪知道哪一个是可以打开，哪一个是不可以？就只好走走看。OK，this one， 这个呢？这个不可以，这跑得好奇怪，为什么会左右摆一下？他左右摆一下，可是又哎，吓到我！我刚刚好像看到有东西动样，看来我是看错了呀。哎，不行哎，这几个家什么声音？我什么？有东西没？没有啊？怎么？靠，这个音乐什么来的？有东西没有啊？这一家吗 ？Hello， 周末哪里的披萨啊？你 Thanks。哦，谢谢 ，Thanks。Oh shit， they're coming。所以 better watch out with those pizzas or they'll find you。What？ 他讲有他们来这，谁来这？谁 ？OK， 现在哦，我要去车那边，我要跑去车那边，好了。好的，跑啊，有什么来这吗？没有啊，他讲他们来这是谁呀
OK， 赶紧上车走人，拜拜。What？ What the f- was that？ 什么来的？一个蓝色的骨乳头吗 ？OK， 我需要逃走。Oh my god！ 吓到我的蛋蛋都飞走了，我跟你。OK， 这又是什么 ？OK， 汽水，给我一罐汽水。有吗？汽水，给我一罐汽水，叮叮叮。笨蛋哦，都坏掉了的。这是什么？他这出这来吗 ？OK， 不要管了，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这里是哪里啊？也太黑了。What the hell？ 我只是送披萨的人罢了啊。我要去哪里？哦，这里。哎，不对耶。哎，我从这一边来的吧？这一边。Oh God， 我不知道耶，这，哎。我从哪一边来的？这像迷宫啊 ！What the hell？ 什么情况？现在是 ？OK， 他叫我跑，可是我要 OK， 这里有个箱子，可是我要跑哪里才是一个问题？可以跳哎，我可以跳，然后站在这个箱子上面表演吗 ？OK。OK， 越来越黑了，好像没有哎，没有意义的。OK， 看来我就随便乱跑，我向右边走看看啊，我不能回头，不能同一个方，不能走回同一个方向，我只要记住方向就好了。这个方，哎，哎。有什么吗？这里有两个箱子，有两个木箱，就证明我没有走过的咯，这一边。What the hell？ OK， 这边有一个箱子，应该没有走过了，这一边。What？ OK， 这里有个电视机。OK。OK， 我走这一边。哎，有门吗？那个是门吗？不能出去吗？哦哦，可以出去耶！我走了。我的呀，我被追了吗？我被追了吗？哦，还真的是被追了，被一个骨乳头追了呀！你好笨哦！哦，你有必要叫的那么大声吗？哦，你跑得好慢哦。OK， 你跑得好慢，我不怕你啊，你跑得太慢了。你跑得太慢了 ，OK OK， 他跑得挺慢的，走了，拜拜。What the hell is this？ 我只是送披萨的呀，这骨头头的头也歪了，我 ，What？什么？哪里？萨瓦迪卡 ？What？ 结束了吗？这乱七八糟啊！这一开始，你送几个披萨，突然出现一个骨乳头，然后被骨乳头追，然后就结局了。我。好，那么就这个影片就到这了。希望你们有好好的看到最后，希望你们有在享受。那么你们呢，如果想支持我的话，点个订阅吧，谢谢你的观看。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下次再见，很快啦，明天会再见，可能，拜拜。